係2023年11月18日啊！而家喺邊度咧？石梨貝水潭嘅巴士站啊！時間就係9:29。點樣嚟呢度咧？搭12或者81啦。我哋喺太子道地鐵站對面嗰度搭車嘅。今日就行九龍四水塘，行一個圈，大約行2個鐘頭到啦。而家咧就喺呢個巴士站度啦，我哋一陣間咧就會向下呢邊行啦，好快就到噶啦。好啦，而家等埋等齊人，咁就開始行。好啦，9:32出發。呢條係長遠路啊，應該同上次條路線一樣嘅啫。咁就呢度食物先啦。哇！今日一嚿雲都冇啊，正啊！火災危險警告極高啊，小心餐房。好啦，行咗3分鐘，第一個水塘九龍富水塘。九龍富水塘，係啊，可以曬下太陽啦。個水塘就係咁啦。靚唔靚咧？一般般啦，啊，葵涌貨櫃碼頭啊，往泉州大橋後面嗰條柱，往下後面，好啦，基本上上次嚟嗰陣時咧就有個工程做緊，而家就乜都冇啦，都成1年嘅啦，已經唔多，1929年。去到1931年，水就唔算好滿啫。不過今日比較涼啊，唔知風係咁吹。今日大風咧，秋高氣爽比較涼噶嘛。之前咧夏天咧就去啲陰間，而家咧就調翻轉要曬太陽，點解就好凍？好啦，睇埋呢個貨櫃碼頭，我哋繼續向前行啦。嚟咗九龍富水塘，都一條路行啫。跟住就行去九龍接收水塘。九龍接收水塘可以行一個圈，45分呢度走開。去到先，有啲氣勢啊！9分，我哋開始行到九龍接收水塘，上山啦！開始真係行山啦！而家58分嚟到九龍接收水塘嘅中間嗰部分，跟住同上次嚟差唔多啊，都係咁嘅款啦。好，8000層啦。好啦，由呢度繼續向前行啦。都仲系九龙接收水塘啊！而家时间10:15，
水闸。哇，好多蝴蝶啊！今日我哋一阵咧就呢度行过去啦，行到财神嗰度就继续向前行。由呢度翻转头。跟住就下一站系陈列贝吹塘，呢度两条路啦，下面一条路咧就系翻翻去个头先水塘个起点嗰度嘅。我哋而家就过陈列贝吹塘，就向左行上楼梯。好啊，上山啦，都唔系上高啫，陈列贝吹塘啦。呢个就系陈列贝吹塘啦。最终目的地啊！哇，变到中环啦！喂，氹埋个石榴背水塘一个圈咯，都几靓嘅个石榴背水塘，值得氹一个圈。由呢个石梨贝水塘咧，唔限住，我哋由呢条路氹一个石梨贝水塘，氹一个圈先。石梨贝水塘咁都得到啦，我哋由呢条路行过嚟啦，跟住嚟呢度咧有个小瀑布仔，上次落雨咧呢、这个就好靓咯个瀑布。而家就冇咁靓啦，我哋咧跟住咧得一条路行嘅啫，然后继续喺度行啦，跟住继续行上去，离开呢度啦。见到九龙水塘啦，而家系11:25，九龙水塘行埋呢个水塘一边，咁就行程就。大约行咗，而家差唔多接近两个钟，跟住下面啲石屎路嚟嘅啫，就超易行。好啦，应该填到马路开始。系啦，金山架落极大宝道行呢边，开始见到马骝啦。头一次，呢个位几靓嘅呢个位，九龙水塘呢个就系。呢个位 S 型我真系好靓啊！好啦，今日应该差唔多行完嘅啦，行多大约10分钟左右啦。终于行到个终点站啦！呢度就系狮子山郊野公园嘅入口啦，同埋对面一个巴士站啦。今日行咗5.2公里啦，大约2个钟头定3个字啦。
咁就好行得平路嚟嘅啫。好啦，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